我天，这什么情况？超人强入侵蛋仔岛了吗？这是，所有人给我站一边，因为超人强我要出现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不好了，小子，蛋仔岛出事儿、美丽的小姐，我叫宝，吱吱宝。天哪，居然是我的男神吱吱宝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哎，小子，你没事吧你？这怎么还被个死猪给迷住了呢？去你呀！玩他，你懂不懂我男神的含金量啊？他可是有很多真爱粉的，好吧？不像你，区区一个过气主播罢了。哎，不是，谁说我是过气主播的？哎，屏幕前有没有我的真爱粉？是真爱粉的，请点个赞。我还就不信了，我还能一个粉丝都没有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哎，等会儿，看小子这被迷住的样子，一时半会是清醒不了了。哎，让我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剩余的蛋币。蛋币到账2000元。哎呀，居然还有这么多蛋币！哎，不好意思了，小子，等我去抽个猪猪侠，一等迷死你。来，2000蛋币，统统换成许愿币。兄弟们，你们说瓦卡这次会大保底吗？如果不会保底的，直接扣一。得了吧，瓦卡，保底就是你的代名词，大家通通扣二就完事了。哎，都给我扣一，让你们看看我的欧气。来，第一发试试水，只要不亏就行。要是能来个启动装置，那就更好了。做梦呢你！我来。啊！这10蛋币换2个彩虹币，可以，我觉得这波血赚呢。哎，憨批嘛，这不是？第二发，网易爸爸爱我一次，给我来一个启动装置。哎，这盲盒染色剂，那你好歹先把皮肤给我出了呀，否则我给谁染色呀？我不听。第三发，刚刚给了个盲盒染色剂，你这次不要给我一个配饰染色剂吧？这么聪明吗，老铁？来了，老弟。行啊，刚爷，让我玩了个声控游戏是吧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就无言以对。刚爷，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，这一次再不出启动装置，我就不抽了。我，哎，别呀、啊！好家伙，不说点狠话还不行？来看我能不能第一发拿下猪猪侠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哎，这给我变身器有啥用啊？难不成下一轮就能召唤我男神了？你是不是有病呀？第二轮了啊，我也不求一发入魂，你别给我那个破瓶盖就行。做梦呢，你奶奶！好家伙，我就知道说啥来啥呀！那这一抽能不能来个启动装置？倒霉哦，倒霉倒霉！我去，怎么又是你呀？那这一抽不会给我个配饰染色剂吧？哎呀，这一轮也是提前出了。网易爸爸，你别磨蹭了，给我出个死猪吧。哎，这是要出了呀？这你在想干什么？你好，操！没事啊，兄弟们，第三轮绝对拿下这死猪，直接一波连抽走起。不是，更衣你没事吧？第三轮居然直接大保底了，没想到吧，老铁？啊，没事啊，那这50%的概率，给我出个猪猪侠总可以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别笑。行啊，更衣，算你狠！我的妈，最后一轮20块钱一次，第一发给了我4个彩虹币。啊，更衣，你最好给我提前出启动装置，否则我直接一头撞死在你游戏里！哇！真心吧，恐怖！我来！哎呀，还真提前出了呀！可以啊，这一波省了至少80块钱，直接拿下我男神金金棒！爽！来吧，超人强，看我金金棒怎么收拾你！超级棒棒棒！哎，揍一下就消失了，你们知道花是纸糊的吧？兄弟们，蛋仔岛的危机解除了。哎，接下来敢不敢去撩妹啦？美丽的小姐，这可是我亲手给你摘的玫瑰花啊！给你个大嘴巴！好你个王卡，用我的钱抽皮肤，还跑去找别的女大王，今
天我一定要揍死你啊。小子，我是金金豹啊，你最爱的金金豹，你忘了吗？打死你个龟孙儿。